帮忙啊，那个竹竿，伊咧塑胶竿顶咧没办法，要怎么办？灭火相当的困难，那我们消防员也只能采取就是防火的方式，就是做一个降温的动作。当然，第一时间啊，环保局先跟新北联系，了解状况，然后赶快的就我们文山区部分各个点持续的监测，然后每一个时段不断的掌握数据，啊，所以这个部分怎么样能够很清楚，第一时间向所有市民朋友说明清楚，我想这个是我们会来改进，而且未来可以做得更快更好。那其实这里面的内容物经过我们的环保局的监测，里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生干扰性，不过我们还是在密切的关注当中。